我进七赏十杀哎、欸、，KDA 跟鬼一样哎、欸，6.62。你进跟我也是差不多的。哇，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是啊，嗯，我进七赏十杀哎、欸、，KDA 跟鬼一样哎、欸，6.62。我死了。哇，巫兽是怎样？哇！哇，孤兽剪刀枪打法也好强哦！好像赚160。没有助攻耶！越他越他越他！这个哪有耐得力？啊，二光往下。下流发疯嘞！你有看到我们雷兹被单杀了？那我们干嘛不退啊？你打吗？不知道这悟空怎么打。啊，很赚。啊，不该太大，想帮你那边。没差，你那个搭档奈德利跑去给雷兹杀，因为我觉得他要杀奈德利比较好。吉英克是 B3，还没来救哎、欸。怎样？我好像死到牛了，先杀悟空，傻小，他有金的吗？哎、欸，好像可以耶。可以哦，可以哦。还有个耐久力。哦。
没 TP 哎、欸。往上，往上，往上。悟空没大，卡密还有大哦。好蛋。秒腿。哎呦，没中！哇、哦，好痛哦！两下都快死了。中塔放了，中塔放了，他在抓人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。我们八龙吧，还是杀死？杀死。八龙吧，八龙。我没想到他们杀不死那卡密。好强哦，卡密有浪了吧？哎、他这波他他会 TP 下拿兵营吧，他 TP 过来啊，不会完蛋，他不感觉不让我扯啊，这么玩卡密了、欸、他可能会来包我们，要不然梦想一波好啊，没有梦想，没有啊 ！EQAD 我没有一啊，这才是梦想。梦想三分一，好哦。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雷子要死？雷子再不回来就要 GG 了。不知道我要怎么活，我也不知道我要怎么守。我知道，活着。啊，兵也来了。啊，家里有人卡密了，太苦恼了。